中国的发展前景，当下，一座承载着7年大计、国家大事的未来之城，即将在这里崛起。首都新机场建设正在这里准备舒展和翻倍的翅膀，京津冀协同发展、工业城办等多重机遇正在这里叠加交汇。新的梦想正在振奋新浪的河北省，而吉林省充满机遇的河北正在以开放合作共赢的心态，欢迎国内外知名设计机构来河北干事创业。